兄弟可就都死光了。 把他们没问题，快走！那好，你多小心吧。队长，钱柜怎么都过去了？咱跟着车吧。一会儿他们都该都跑了。好，你现在就带几个兄弟去包抄他们，快去！ 游击队了，难道他们就不怕打到毒气弹吗？方子君，要不要向花子阁下报告？不，把电台砸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已经死了。明白了吗？我想，这股黄协军应该会放过毒气弹。我们化妆成逃难的支那人，跑到游击队的前面等他们。
はい、はい、兄弟们，给我出去撵他们，记住了，是撵他们，知道吗？千万别给我打毒气弹的，撤了，把那毒气弹车放上去，动吧，眼睛放亮点。我活捉秦国。幸亏都跑得快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他。南飞，不要，追呀！哎，你有病啊！跟我来。女的，钱棍呢？哦，娘们，可让我逮着你了！嘿，都别过来，别开枪！我要抓活的，救命！连长，我还不想死啊！连长，别过来！过来的话，我就要了他的命。我就过来了，你要他的命啊？你觉得你把他弄死了？我会放过你吗？啊，弄啊，弄死他呀！饶命啊，姑奶奶！我上有八岁的媳妇，下有二十岁的老娘，一家子人等着我照顾呢。姑奶奶，你们不说八路军不杀中国人吗？啊，姑奶奶，闭嘴！弄死他，快弄死他！哎呀，小娘们，你想好了，你可是八路啊！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？他有家人的，兄弟们看见了吗？这他妈就是八路军！我去！飞刀，把他那飞刀给我拿过来！耶！嘿。佐藤太君和花子连队长，等你等得好辛苦啊！连长，给这娘们送济南城去了，先给他关到炮楼里再说。